吊唁大厅的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巨幅遗像，下面层层排列着松柏、常青树、万年青。 人民解放军战士。11日上午10时，吊唁仪式开始。 党和国家领导人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前来参加隆重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叶剑英。 宋庆龄、李先念、陈锡联、季登魁、汪东兴、吴德、许世友。 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在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景全、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佩、阿旺进美、周建仁，许可深切怀念。 华国锋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有的和值得机会主义老乡斗争的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兆伦、王明、赵国涛、高高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扩张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的小组扩张成为今天只要有3000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主席运气不朽。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像，干眼泪，举起铁拳，心向北京，庄严宣誓。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